数千年前，黄河一路奔腾，为华北平原众多湖泊带来丰沛水源。其中一片湖泊因广袤无际得名大陆泽。千百年来，临水而居的先民在这里刀耕火种，创造文明。此地虽居偏壤，不减通都，坐谷行商，操旗济营，制造出货广人稠的雄镇盛景。他们临患不忘国，蓄志以传史，作歌颂君魂，激励着莘莘学子以学兴国。这里是河北新集，以勤思笃学织就的锦绣华章。春天是新集最美的季节，在新集的东北部，大片的梨花在春风怒放。据数路县志记载，新集是梨果之乡，盛产梨、蟠桃等多种瓜果。这片适宜果树生长的沙土地，则是呼沱河自太行山脉奔袭而来，携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此而形成。1983年，原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晨在做华北平原古河道遗址研究，他通过卫星图发现，新集的沙质土层下深埋着1000多年前的湖泊遗迹。这个湖泊曾是华北平原面积最大的湖泊大陆泽。大陆泽为新集地名的形成注入了基因。据古文献记载，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泛滥，大禹将黄河引入大陆泽，再由大陆泽疏导出9条河流引入大海。大陆泽地区种水所诸，草木丰茂，是远古人类重要活动区域之一。由于早期黄河、呼沱河等河水的注入，大陆泽面积一度扩张。据文献记载，唐代时期的大陆泽北岸已在今天新集市境。董文璞一直专注于对新集历史的探索。据董文璞了解，隋开皇18年，公元598年，统治者为这片土地改名为鹿城县。鹿即通路，指的就是大陆泽。100多年后，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使唐玄宗对鹿字耿耿于怀，这为县名的更替埋下了伏笔。新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保存着一通清朝末年的碑刻，记载了安史之乱中张兴誓死保卫家乡的故事。据碑刻记载，张兴勇猛善战，誓死抵抗史思明军队的进攻。史思明只好舍难求义，转攻其他诸郡。后来，饶阳城终为孤城一座，孤立无援之下，张兴被俘，饶阳失守。张兴被俘后，依然以家国大义斥责史思明。史思明恼羞成怒，将其杀害。
张兴英烈的抗敌事迹广为流传，他的画像被收录于清代《古圣贤相传略》一书中。唐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厌恶安禄山，将鹿城县更名为树鹿县。这个县名寄予了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期望。扶住这个安禄山，疏忽，所以疏鹿，把这个安禄山疏忽住。跟这个疏鹿同时改名的有三个，一个是霍鹿，一个是平山，这三个名字同时改的。树鹿作为县名持续了千年之久，树鹿县的毛皮贸易渐渐兴盛，连关店成为县内繁荣的皮毛交易地，直隶一级闻名遐迩。到了明代，为了扩大市场面积，该镇与邻近村庄合并，更名新集村，取新的市集之意。清代新集更名为新集，从此因贸易而兴的新集镇成为树鹿县的经济名片。1986年，国务院决定撤销树鹿县，设立新集市，一座冀中贸易新城展露锋芒。古泽水之滨孕育了一片文明之地，斗转星移之间，沧海变为桑田。新集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在这里落地生根，传承千年。新集在时代的引领下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钻天的树鹿，遍地的老溪，这是流传在新集市的民间谚语。相比于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新集人作为冀中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勇于外拓，勤劳强干。正是性格坚韧的新集人，打造出河北一级的商业传奇。贾永湛是原新集市文化局局长，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新集贸易历史。他认为，人习商贾的民风是新集能够发展为河北重要城市的主要因素。又人习商贾，工于牟利贸易，每出万里外。新集位于滹沱河古冲积扇的前缘地带，境内多沙质土、壤质土，适宜果树、小麦等作物生长。其中少部分因大陆泽形成的盐碱地，则为制革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鞣制原料——消盐。聪慧勤劳的新集人选择转投农粮商贸和手工业以维持生计，促使这里逐渐形成了以皮毛制品、林果等为主的商品集散地。河北平原农村致富的都是靠沙土地，因为它瓜果梨桃都能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农民最卖钱的。
箱包、毛毡、车马碗具等用品在店面出售。新集皮毛业行别划分严密，形成了完整的行业体系，振兴了本地集镇市场。这幅民国的石碑拓片描写了当时新集的贸易景象，数路属之新集，古称基辅巨镇也。商贾云集，货积山丘，户口殷繁，街市宏敞，其营业之盛，今汉而外推巨不焉。新集商贸的繁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集皮毛业已经形成了以国际皮革城为龙头、制衣工业区和制革工业区并驾齐驱的产业格局。千年市集川流不息，新集人因地制宜，敢为人先。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一方传奇。张建辉是新集市档案馆馆长，研究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文献是他展开新集史志工作的内容之一。档案馆收藏的众多清代县志原本，详细记载了新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风土人情及历史沿革，弥足珍贵。他认为，这些地方百科全书一样的乡邦文献得以保存流传，与新集历史上一位乡贤有关。谢迈度，名明勋，字迈度，出生地位于今新集市文廊口村。他一生致力于整理残缺不全的县地方志。数路县在明代时曾遭遇洪灾，县志等史籍丧失殆尽。清朝重新整理了五次县志，但因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这些历史文献已散佚十之八九。1920年，谢迈度在京师图书馆中找到了康熙数路县志。十年后，他又寻得同治数路县志，历经约18年的时间，清代数路县续修的五个时期的县志才全部找到。这是一本1933年的政府会议纪要，记录了谢迈度向政府申请资金，用来刊印五部志书。县政府为了筹集资金，保住这一重要地方志，不得不从军费中拨出费用进行放贷，收得的利息用于刻板印刷。不幸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政府再也拿不出资金继续修书。日军的暴行让谢迈度坚定了为家乡后人留下史志文献的决心。谢迈度率学生闭门谢课，考经批史，摘物证伪。经过五个多月的日夜操劳，他终于将清代五本志书校对完毕，并定名为《数录五志合刊》，共52卷，49.9万字。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变卖家产自筹资金，翻印了1000部《数录五志合刊》，为新集的历史留下了根脉。谢迈度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把清代数录县的五部志书找了出来，抄了下来，刊印出来，一直流传到现在。
至今这部五志合刊在我们新集市史志编修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1996年，新集市政府利用这本数录五志合刊和其他资料，完成了该市首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新集市志，并以其资料丰富、体力创新，获河北省优秀志书一等奖、全国地方志奖二等奖。新一代的新集修志人接过了谢迈度手中的笔，继续以心怀家国的精神记录时代。一志寄乡情，地方史传承至今，凝聚了众多新集人化不开的乡邦浓情。家国二字的内涵深深进入当代新集的血脉之中。这里是新集市烈士陵园，在陵园一隅，一座特殊的墓碑背面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这座墓碑下安葬的是军歌的词作者张松如，被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笔名公墓。河北日报文化新闻部高级编辑张继和是公墓的学生，他一直致力于收集老师的资料，探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革命精神的缘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整个华北再也无法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墓决定投笔从戎，投入到抗日战场。不满两周岁，你从战火中脱生，爸爸和妈妈必须反身走向战争。这首留别白话见证了公墓投身革命的信念。1937年，公墓将可爱的女儿白话寄托给他人，毅然奔赴晋绥前线。在晋绥军区的游击队伍里，战火将公墓淬炼为一名人民军队的武装战士。一颗颗呼啸而过的子弹，英勇冲锋的战友，都激励着公墓去创作，去讴歌。军队成球逐渐壮大的时候，我们所靠的不是战略和战术，而是凝聚这个地方的民心。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首先是我们，是整个民族的力量。这句话是鼓舞了整个中国那个时候一个时代。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1939年，公墓填词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这首歌不拘泥于抗日游击队形象，描绘了大兵团的行军队伍，他们背负祖国希望，肩负民族重托，是保家卫国、消灭来犯之敌的革命武装。向前，向前，向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军歌壮军威。抗战胜利后，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随之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解放军高唱着它进行了三大战役，高唱着他百万雄师过大江。
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每年秋季入学时节，新集中学都要组织新生学习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军歌激励着新集新一代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新集中学在新的时代不忘使命，孜孜不倦地培育学生家国情怀。新集中学校史馆门前悬挂着一块木匾，上写着“学不忘民”四个大字。新集中学将其拓展为“学不忘国，学不忘民”作为校训，是新集中学教学理念的见证。在军歌校训的激励下，新集中学为社会主义建设输出了大量人才。在新集中学校史馆内，收藏有天舟一号、天鲲号等模型，一件件国之重器背后，集聚了新集中学为人才建设做出的贡献。蒙以养正，教育兴邦。经过深刻的爱国主义熏陶，家国情怀在这里流淌不息。莘莘学子们勤学苦练，待其群芳吐绿，发荣滋长，我续写时代新的篇章。这是一幅新集民国时期的民间吊挂，是过年期间悬挂于城乡街巷的故事性绘画作品。明清时期，这片土地商业的繁荣为传统民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些乡土绘画作品延续了传统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内容多以具有教育意义的传统故事为主。新集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为农民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1946年，华北联合大学来到树鹿县，也就是今天的新集，培训农民用画笔描绘自己的生活，农民画由此在新集萌芽。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这是作家丁玲在树鹿县教学时对冀中平原农田的记忆，并将它们写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些景象是新集农民画的灵魂主题。新集地处黄河和滹沱河的冲积平原腹地，在河水泛滥的威胁之下，农民对风调雨顺的期盼格外强烈，收获的喜悦便成为农民画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从堆满谷物的晒场到人流密集的热闹集市，冀中平原的农家风俗跃然纸上。这是传统农民画《老鼠嫁女》，画面漆黑的背景预示着这一天夜晚要熄灯静气，不去打扰老鼠，
期盼来年不遭鼠害。农民画也是新级农民与自然环境相处的真实写照。1988年，新级农民画作者耿干雄成立画社，帮助农闲时的妇女进行绘画创作。经过耿干雄等当地农民画创作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新级农民画的队伍不断壮大，一幅幅画作记录了新级各个时代的风貌。最主要特色它就是抽象，老百姓认为怎么新鲜怎么画，不写实，它是概念化的东西，它怎么美，他认为那么美，他就那么画。2006年，新级农民画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耿占雄成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级农民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一直致力于探索新时代的农民画表现技法。耿占雄借鉴了西方装饰画的构图技巧，结合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强化农民画的风格特色。他笔下的人物动作夸张，用色大胆艳丽，浓烈奔放的情感充盈着整幅画面，使农民画更具有装饰性和观赏性。我们新级原来传统的农民画是一种就是勾线平涂，现在一些年轻的一代受学院派的影响，保持当地的风情，又加上了一些下代的一些构成啊、色彩啊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就比较与时俱进。为了传承农民画这门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新级市创办了农民画培训基地，建造农民画主题村庄。时代不断发展，新级农民画为了跟上潮流，也在不断地进行主题的创新。为了吸引年轻人对农民画的喜爱，绘画者们深入观察生活，选取潮流化的乡村主题进行创作。这些农民画被制作成服装、手机壳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让农民的智慧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一手锄头，一手画笔，这里的艺术来源于乡间的土地。农民画承载着新级人敬天理地、顺应自然的智慧，在时代的浪潮中散发着恒久的光泽。从色调上，从款型上，从这个穿着这个方式上，是不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讲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设计的这个环节里面，定位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新级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的一间工作室，曾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的刁梅，正在带领学生研究皮毛材料在日常服装中的应用，为新级国际新冬装时装设计大赛做准备。自明清以来，传统集镇的发展模式为新级铸就了历史的辉煌，催生了享誉全国的皮毛制品加工产业。在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的倡导下，新级也迎来了自己的变革。2019年，在新级市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新级启动了首届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时装设计大赛是其中重要的环节之一。这场比赛为新级传统贸易格局注入了新的血液。这是新兴文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的一次碰撞与融合。
融合。国风是大赛的主题，探索传统文化在皮毛服饰中的应用，是一次对服饰文化的创造之旅。在新集市政府的号召下，众多皮革从业者纷纷将文化创意融入到更多皮毛制品中，形成文化带动经济的产业新格局。然而，传统皮革业带来的高污染也成为了新集市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鞣制是制革和裘皮加工的重要工序，加工毛皮时需要利用化学制剂使皮毛柔软。为了解决化学制剂带来的污染问题，新集市邀请各大高校研究小组为新集破解发展之道。经过专家不断测试，一套无铬鞣制皮革技术为新集皮革业绿色发展保驾护航。无铬鞣制皮革技术产生的污水，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将进一步进行净化处理。在污水处理厂内，新集市水质检测员每天都要对污水进行三次检测，确保污水达标后进行排放。科技已经成为拉动新集转型的重要引擎。在马兰农场，一座节水高产小麦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拔地而起。郭靖考是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华北平原小麦品种的创新。他在马兰农场开辟了小麦试验田，带领新集农民培育节水小麦。北方的水资源极度匮乏，所以节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必须保持粮食安全，因为粮食产量低了以后保证不了食口粮安全。所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从我们小麦研究方面，要发展节水小麦是非常重要的。小麦种植耗水量高，是北方种植小麦的难题之一。为降低小麦对人工浇水的需求，郭靖考通过实验使小麦拥有发达的根系，可以吸收地下水资源。这种小麦不仅根系较长，其枝叶上覆盖有细小的绒毛，减少水分的蒸发，降低小麦水分的流失。马兰农场不断研发农业新技术，成为新集农民增收的希望。加强科技领域的投入，是新集大力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的计划之一。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新集正一步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激荡着一股内生的澎湃动力，勤劳的新集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让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与尖端科技携手交织绘就一幅新时代的壮美蓝图。回望千年，新集人坚韧聪慧的性格磨砺出数种巧夺天工的超群技艺。新集人崇文重教，精勤于业，历经风雨，兀自岿然。
进入新世纪，现代新吉人更是继往开来，让这座城市继续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滔滔波澜涤荡出冀中新城，嘹亮歌声咏唱出时代精神。新吉，一座鸾翔凤集、群英荟萃之城。